哎呀，哭嚓一声震天响，四郎家里已断网，精彩电影看一半，睡不着，我只能把棋讲。我正搁这回顾经典看力王呢，大奔象刚冲过来就定那儿了，那就录一个吧。这盘棋不错呀，由国象魅影点播，出自首届碧桂园杯全国象棋冠军邀请赛，红方齐天大圣孙永征，黑方东北虎赵国荣。比赛开始，前期是中炮过河车对屏风马，之后由平炮对车转化为急进中兵，然后又是一些大套路，黑方补士，红方继续冲，黑方打车，卒过河，上马吃兵跳，到十字路口了，黑方如果弃马，那就是补象或者把车往这点，别象腿。本局是马三退四留着，走了那就吃中卒啊。赵特进马登车，外加炮打象，红方选的最流行的退车弃象，黑方打掉上士，进马吃兵，这再下个底车就完了。红方老士的变化就直接对子儿，黑方吃掉，红方打过来，然后他再平个炮，红方进马扑槽呢，他退炮防守。本局是这样的，红方没有直接对车，他先平兵一将考验，黑方不能瞎垫啊，如果垫炮就废了，红方进马扑槽，你无险可守啊，这造型只能送车了，跳马也是死，卧槽出将平炮杀，称势就拱势呗，凉凉。这里黑方补象也不好，老将还是出不来，现场垫马正招，好，折腾完了，红方这时候对车必须得走，黑方吃掉打了，打完之后黑方走个炮二进四，攻守兼备的一招。首先你进马铺槽不成立了，黑方就出车啊，你将他崴将，你平炮将他能垫，杀不死，而且中间的马还活了，这样红方就亏了啊。着急进马不行，红方应该怎么下呢？车九进一最稳那儿，就是说黑方如果平炮，红方就称势，用九路车呢参与防守。现场两位下的非常激烈啊，大胜选择车九进二，黑方平炮过来之后呢，眼看黑方要进马了，进马之后重炮杀呀，红方选择进中炮，留出相位，黑方跳马叫杀，如果称势挡炮，黑方就进卒拱炮，现场还是补象原计划，他踩着后炮你无法成杀呀，黑方就躲开分边了，分边以后这也不是杀，黑方重炮将，红方就落象，放在这二者之间，红方一看反正也杀不死，向下冲兵，这一冲呢，局势剑拔弩张，赵特呢也是俯身向前，非常认真的审视着，当时把长白虎陶汉明都吸引过来了，当然看归看，不能支招啊，这里如果黑方重炮将落象，打底士将抽兵，这么下有点平稳，赵特选择车一平二抓马，红方不要了，马六进四，对手一吃卧槽出将不行啊，平炮杀了，黑方垫马冲兵送佛归殿，憋死了，黑方只能垫炮，之后红方给马拱了，如果不拱选择平车走铁门栓，那黑方就退回来，他如果冲呢，黑方就抓中炮，中路加后这棋是可以防住的啊，现场拱马飞了，红方进炮欺负一下，打掉往后一撤，马将就完了，赵特化解的非常好，炮击底士，这棋首先吃炮，黑方可以抽掉，那如果先吃这个呢，黑方可以挂角，出不去有炮，上帅呢错死了，不行，
先赏红方落象，打通巨鹿，看住挂角这个点。如果你砍象，那我就可以吃炮了。黑方退到家里边，孙大圣平炮打底象叫杀，赵特飞龙在天。哎，这手棋用处很多呀，这个解杀是一方面，其次是脱袍啊。比方说红方现在去捉马，那就坏了，黑方会称势。这个砍象是绝杀，对吧？怎么解？你不能平局保象，黑方还是砍，吃了挂角绝杀，两边都是炮啊。他想解杀只能是将啊，那黑方就出来，出来以后人家还是可以砍象啊，电势杀势。你要是平局保象，黑方给这打掉，他如果先出手，那就杀象呗，全部带走，之后再平炮将，车躲开落象还能将，反而是黑方大优就完了。刚刚咱们也看到了，黑方这招飞象，除了解杀棋，还有称势亮老将的作用。这个棋大圣看懂了，他选择提前落势，我先亮出老帅，让你的中士动不了。黑方回马踹炮，红方略作思考，不要了，平车。这里是最关键的部分了，当时黑方没吃炮，他选择退车，这就出问题了。这里黑方就是应该踩炮，他肯定看到了，为啥没走呢？四郎深度拆解了一下，是这样的，红方下底炮锁住这俩，准备大刀剜心，黑方只有先出将，红方吃掉，吃完下底还是杀棋，黑方不用担心，这里有个妙手，就是将军穿袍。这个造型首先红方是不能回马的，这有人守着，其次这车与外界失去联系了，不能下底绝杀，吃象呢黑方又打马，估计会砍炮，那黑方也是打掉。这种场面红方肯定不会直接砍炮啊，黑方一退马他活下来了，红方家里还少事，因而顶不住的啊。这里红方可以通过一些手段吃掉黑方的马，是这样的，杀士上将，将上天，炮将，黑方只能垫炮而不能飞象，红方会退车叫杀，无解了，照一下就死。你平炮，那红方掉头啊，补象一砍，借帅助攻绝杀。咱们再看看，这里将军，黑方垫炮，红方退车叫杀，这回倒是没死，他可以动将。红方照一将，吃马，吃完马还捉着双，黑方平炮，红方就将一下。如果垫炮，红方可以进炮打，退将呢，红方就杀底将，白丢。老将闪开，退车吃卒。下面如果双方都应对好了，是一盘和棋。刚才咱们也分析了，黑方如果能马踩炮，最起码是个和棋，不至于输。现场选择退车，走这个也是个防守策略，但是被对手钻空子了。下底炮，有杀中士。黑方进炮，用车来守护中士。但下面这步可厉害了，红方回马。首先红方炮打象是杀棋，第二红方挂角是抽车，赵特非常无奈的选择了踩炮，
红方把车抽了。那出将行不行啊？咱们比划一下，打底将上来，把车往前抬，从这儿将既要抽炮还是杀棋，黑方只能退吧。那红方也退炮，从这儿将黑方还是散架，电马红方就打回来，不行，黑方扛不住啊。出老将就别想了，现场吃炮，红方挂角崴将吃车，黑方炮打马一换二，这棋要是试样全吧还能斗一斗，关键没到一秒这中士又丢了。黑方进炮防止捉马，红方一车石子函抓，连环炮冲兵过河继续抓，平过来抓底士，黑方最后一搏了，这兵都不吃了，向下冲卒，砍士将吃卒，挂角出帅，平将小兵追赶，进马将补士冲卒，这也没看出有什么杀棋啊，拱一将出来，其实这里车战中就速胜了，红方选择退车，对手进炮，红方车四平六，胜局已定。哎，大胜赢了，吉印中兵的这布局确实好看刺激惊险。好，列位，下期再见，不要忘记关注点赞。